尔等可是朝廷之人，胆敢忤逆皇天之徒，休想活着离开！小小鼠辈，看我碾碎尔等！ 成功战胜了对手，如此孙子便能得救。鹿儿如老夫，死之手段。
应龙，这力量名不虚传呐。您是将来能平定此乱世的贵人，不可让您死在此处。